我咪真嘅，真嘅，真嘅，冇錯啦。OK， 你點稱呼啊？我姓賴嘅。唔使咁心急住，攞翻出嚟先，因為咧好有用嘅呢一張紙，呢張銀紙，你唔好換咗第二張喎嚇。OK， 每一張銀紙上面咧都有一個 number 嘅，我想你幫我大聲啲讀出銀紙上面嗰個 number 係乜嘢，得唔得？算多啊 ，AH 518581。哇，好好長呢個 number， 我哋咧記住最尾嗰三個數目字，可唔好講多次？最尾嗰三個數目字。581，大家要記住佢一陣間嘅魔術咧。非常緊要啊！呢三個 number， 所以一陣間我嗌張銀紙係咩 number 嘅時候，你要識得答我581，得唔得 ？OK， 好啦，開始啦噃。好，咁我想問下你張銀平時即係錢攞嚟做咩嘅？你使冇錯，係啦，係買嘢係咪？今日我就帶你去買嘢，買啲乜嘢呢？首先買嘢之前，我哋用個銀包入好佢啦，當然係嘛？喂。有銀包入好佢，我見你咧咁中意張銀紙咧，頭先咧我入好咗之後咧，你幫我保管住，暫時得唔得？係啦，咁樣揸實佢，揸實，係啦，係啦，俾大家睇清楚，冇錯啦，喺中間嘅嚇 ，OK， 好啦，咁我話咗去買嘢，咁到底買啲乜嘢咧？你將會咧係買以下落嚟嘅呢一樣嘢。你會買嘅嘢咧喺入邊噶啦 ，OK？ 我俾大家睇下先，你認住面先，啊，唔好睇住。大家望一望佢，陣間買嘢就會係呢一樣嘢啦。睇下清楚，唔好出聲住話啊 ，OK？ 係啦，買翻落去先。哎，等我勾喺呢度。好啦，可以擰翻轉面啦 ，OK？ 面向觀眾先，呢度有一沓卡。係啦，每一張卡都係唔同嘅喎 ，OK？ 我想你一陣間咧，任何一個位置大聲嗌停，我就停喺嗰個位，得唔得 ？OK？ 嗱，我俾大家睇下先，每一張卡咧都有唔同嘅物件喺上面嘅嚇 ，OK？ 係啦，咁你可以開始咧，你中意邊一個位置大聲嗌停，你就停喺嗰度得㗎啦。呢一張定呢一張？呢一張係咪 ？OK， 好，請你撳實佢，唔好喐，撳實佢。然之後咧，輕輕唔好俾人。自己裝一裝呢樣嘢，跟住話俾我聽大概係值幾多少錢嘅。咁我呢度咧就已經準備咗啦嚇。OK， 好，講嚟聽下先。幾多錢啊？睇下邊度買啦。三蚊個。三蚊個都差唔多啦。好啦，頭先我俾大家睇下，中唔中我嘅預言先？打開呢張卡俾大家睇。係、欸。係啦，睇定。誒、欸。頭先明明呢度。買嘢噶嘛，咁究竟咁耐都仲未買，記唔記得我俾咗一張100蚊你係咪？喺個銀包入邊請你攞出嚟買呢一個檸檬，你話值3蚊啫，其實呢一個檸檬係值100蚊嘅，請你攞出嚟，係啦，攞出嚟，跟住嚟買呢一個檸檬，因為我哋話咗去買嘢噶嘛。好啦，幫你攞呢一張100蚊，攞出嚟先。係啦，幫你攞。剛才我講過了 ，OK。頭先我話點解呢一個檸檬係值100蚊咧？因為最神奇嘅事情咧，而家發生嘞喎。我切開個檸檬睇下有咩事發生先。好，自己打開佢先嚇。是不是很神奇啊？最神奇就是沒有掌聲喎、啊啊。我知道為什麼沒有了。哇，那是不是剛才那張先？是不是記不記得我說過一個 number， 張銀紙上面是什麼 number？ 記不記得？581。哇，很厲害喎、啊。好，請你拿張銀紙出來。跟住打開它。如果真的是那個 number， 我們給它掌聲好不好？跟住你大聲啲讀出銀紙上面嗰個 number， 581。Thank you。
好，唔該曬你，俾掌聲嚇，咁厲害嘅。誒，咪住翻嚟，翻嚟，一隻銀紙又攞咗出嚟啦，係咪？即係又過年咁咪？如果攞嚟做一份過年嘅禮物，大家話好唔好啊？好。啊，梗係好啦，我自己都覺得好。所以我決定會將呢張一百蚊，況且一百蚊唔係多啊，我會將呢張一百蚊留俾自己做過年嘅禮物。啊，都俾啲掌聲啊 ！Thank you， 唔該曬。好，我嘅魔術去到呢度，希望下次再同大家玩過，好冇 ？OK， 新年快樂，拜拜。